去换钱，我内增高白电了，我内增高。哇哇，在这个？哇，哇，金箍棒！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火焰山景区的地宫内圈，这里的造型灵感来源于《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墙上的壁画描绘的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太上老君关入炼丹炉的情形。哇哇哇！好热啊！呜呼！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啊啊！哇！真烫吗？哇！真烫吗？真烫！哇哇哇哇！ 我们还拿手撑了一下，我现在太庆幸我选择了做这个苦力的。你拿手摸一下，还好我没有。好烫！大家 OK 的话，我们就请两组的成员就位。那咱们去那边吧，我们去那边走。你让女孩去那儿晒着。那边晒吗？对啊。哎，没事没事没事，这么大声。哎，白露太……哎，你一横店的人，你怕什么事儿？ 不热，我可不热了。我好凉快呀，亲妹！哎呀，这都是烫的。来来来，来吧来吧，咱们加起来300秒，加起来300秒。哈密，飞毯接力，加油！计时开始，好烫！一二三走，可以吗？来来，一二三走，一二三走，一二三走。 你这拉满累的，是的，你腰型吗？行，我这一二三走，哎呦，这腰啊，一二三走，现在这个已经是烫的了，一二三走，我跟你们说，踩在这个毯子上也是烫的，一二三走，好烫，一二三走，好烫，二三走。 要不要歇会儿？不要！快快！不要！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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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一、二、三，走。哇，真的有这个毯子根本就没有意义，你知道吗？走。好大啊！走。加油，快到了，快到了。终点就在眼前了。走。走。来，准备。啊！一三五，一二三，走。啊！走。啊！一二三，走。啊！二三，走。哥，你太猛了。三走。啊！到你们了。一二三，冲！加油加油，冲！一二三，走。一二三，走。到了，到了，鞋。我的脚要着了，真的。哎，这里没鞋。已经2分25秒了。快走，快走。来来来，不是沙爹，我俩去走。1、2、3、4、5，快呀，没时间了。我觉得可以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啊，沙爹，走你。1、2、3、4、5，加油，加油，加油，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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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停一下，停一下，等一下，我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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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他们这方法好，他们这个快，快了啊，快了，快了！预备，预备，起！1、2、3、4、5，加油！加油！不行！不行！加油啊！快快快！感觉跟跳火圈没啥分别。预备。
哎呦妈，哎呦，我跟洗了澡一样，我跟你说，真的。我跟你讲，真的烫到后面。我刚才拉毯子，有几次他们的脚从毯子上下去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以前我们觉得指压板是很不能接受的一个游戏，但今天我们到了火焰山这里，我发现，真的别说人都二脉了，人都十脉都已经打通了。我想知道我们用了多久啊？大家刚才用时4分10秒，你们把时间追回来了。第二组1分半左右，恭喜大家在这项任务当中挑战成功。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们的导游前往火焰山，来公布下一环节大家要前往的地点。耶，好，走，走你。走。现在呢，我们从炼丹炉里顺着台阶往上走，感受一下火焰山的热情。小心扶手烫伤，沙子里面烤鸡蛋，石板上烙大饼，一点都不夸张。走吧，我们先去坐车。哇，坐这个车！哇，小心那些扶手的雕刻，有点烫手。摸摸这个，哎，挺好。哦，怎么哪儿都烫了？有点烫屁股呀，看看快，看快。看到山脚下有三面红色的旗子，看到了吧？三面红色的旗子就是林海拔。欢迎大家来到林海拔啊，这里是游客必打卡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们就要体验这里的极高温。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沙窝烤鸡蛋。火焰山地表温度2017年最高纪录达到了89摄氏度，沙子里面烤鸡蛋不到20分钟就可以烤熟。所以你们可以品尝一下这个鸡蛋，鸡蛋是黄黄的，是不是因为用沙子给它烤熟，它就是黄黄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吧，吐鲁番火焰山的烤鸡蛋。好吃就想来口水。沙漠。快看，沙尘暴！哪里啊？看到了吗？对，沙尘暴。真的。尘暴，看，沙尘暴已经来了，快看，马上就来了，看，龙卷风来了，哇，真的，那里那个黄色是吗？是。大家前面站一下吧，我们把地点选一下，我们就回去了，因为有沙尘暴。哇，好吓人。三项任务，我们也设置了两个地点，一个地点是穿越千年的遗址高昌故城，另外一个是冰火两重天的魔幻泳池。因为你们刚才的任务成功了，所以我们会为大家去除一个错误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冰火两重天的魔幻泳池。因为有沙尘暴，大家赶紧出发赶路吧。